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给大家看一下这颗镜头，这个是星耀最近才发布的 55毫米 f1.8 的一个手动的定焦镜头。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星耀的一款 50毫米 f1.4 的镜头啊，虽然说规格跟这个差不多，但是它是 APS-C 画幅的，我当时介绍的是一个富士卡口的镜头。为什么要买手动镜头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富士的自动对焦镜头都比较贵嘛，所以呢有些可能刚刚起步的小朋友，手里没有那么多预算，可以先买一颗手动镜头玩一下。那么今天这颗镜头呢，它也是 一颗手动镜头，但是它跟之前讲的那个51.4这个区别就是它是个全画幅。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挂的是佳能的 EOS RP， 因为它是一个全画幅的相机嘛。 55毫米 f1.4 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全画幅的55毫米，那不像 51.4 在 APS-C 画幅上你要乘以 1.5 的系数，大概相当于75毫米的镜头。首先我们就直接说价格吧，这颗镜头现在卖6-700块钱啊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如果你看一下原厂的镜头，比如说索尼的 55.8 蔡司 对吧， 4000多块钱， 再比如说尼康这个 51.8S 对吧，也是 3000多吧， 不到4000， 现在这个价格。所以呢，对于一些预算比较紧张的朋友们来说，这个手动镜头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比较有钱。你想那些 只买得起 EOS RP 机身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预算，一上来4-5000块钱再去买一颗定焦镜头，对吧？所以呢，如果你平时拍摄不是非常的紧张的话，或者自己只是想体验一下全画幅的50毫米的大光圈的效果的话，那可以尝试购买这样一颗镜头。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颗镜头的外观啊，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漂亮的，因为这个 RF 卡口它是比较大的嘛，所以说这个镜头它是一个收敛的设计啊，所以我感觉非常的特别。其实这颗镜头呢，他们官方也提供其他的全画幅的卡口，比如说索尼的E卡口或者是尼康的 Z 卡口啊，都是有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自己搜一下啊，或者是到视频下方我应该会放一个链接吧。 大家感兴趣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手动镜头就是非常简单了，就是后面是一个对焦环，前面是一个光圈环，可以看到是最大 f1.8 到 f16 手动镜头嘛，它这个对焦的行程这种感觉用起来就非常的舒服，就是有那种 很老的那种胶片机或者是一些徕卡相机的一个感觉啊。不过它的这个对焦的行程啊不算是非常的长，我在外面用的时候会有些问题。如果你想要精确调整对焦的话，你就需要这样微微的移动才可以，所以这个行程相比于其他的手动镜头来说，我个人觉得比较短，所以如果你想要精确对焦的话可能会稍微困难一点。你像这个 EOS RP 这样的相机啊，它其实在手动对焦的时候有峰值对焦的一个功能。那我们现在在菜单里面 手动对焦设置，峰值、颜色可以开选择红色、黄色、蓝色和级别，以及把峰值打开。你看到吗？屏幕上会有一个蓝色的指示，告诉你现在大概对焦的什么地方。我个人感觉这个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当然的话，你也可以放大对焦，在屏幕上点击的话，这边可以放大对焦，在这边你可以精细的来调整，你可以看得比较的清楚。有一点呢，我想说的是，如果使用按钮的话，这个 EOS RP 的放大操作就会非常的奇怪啊。你想要放大对焦的话，你要点击右侧这边的放大按钮，这时候你再点击它的话，它实际上不会再继续放大。 你要看到屏幕的提示说你要按 info 按钮才可以放大啊，所以就这个操作非常的奇怪啊，而且我已经看了这个说明书啊，它就没有办法调整这样的操作的顺序，就是你必须要一定要这样用。所以因为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放大对焦手动操作的流畅性就没有那么好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佳能的在对于手动对焦辅助上的设计的不如其他的相机，比如说富士的相机，富士的相机给人的体验就会非常的好。那么我在外面就使用这样的方式拍摄了很多的照片，反正我放一些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它是一个手动 对焦嘛，所以拍摄的节奏就会非常的慢，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非常精准的对上焦，因为它是一个 f1.8 的大光圈的定焦镜头。然后我们就说一下这个画质吧，这个画质的话，我个人觉得全开的时候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如果你能够非常精准的对上焦， 看起来是非常的锐利的，当然你稍微设的 f2 或者 2.2 的话，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现在问题就来了，大家知道这个 EOS RP 是有一个转接环的，它可以转接一些单反 EF 卡口的镜头。那么我们之前不是做过节目吗？像这个永诺的 51.4 对吧？它也是一个50毫米的标准焦段的镜头，并且它是一个 f1.4 的大光圈的定焦镜头。那我做过节目跟其他的镜头比较过，比如说索尼蔡司的 55.1.8 和尼康的 这个 51.8S 对吧，也比较过，这颗镜头画质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价格呢也就是不到1000块钱吧，相比于星耀的手动定焦镜头贵个300多。
但是问题是它是一个自动对焦的镜头啊，自动对焦的镜头就完全没有手动对焦镜头，你需要慢慢的去看峰值，然后放大这样对焦啊，你可以享受到 EOS RP 的人眼识别眼控对焦啊，可以非常精准的对焦到你想要的位置，这样你拍摄的节奏就会非常的快，然后拍摄的效率就会很高，就不会打断大家正在游玩过程当中的一个心情啊。所以呢，你愿不愿意多花300块钱去买一个自动对焦的镜头，或者是你愿意就是享受这种手动对焦的这个乐趣啊？那我现在在放一些照片呢，比较这两颗镜头以及尼康的这个51.8S 的那个画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51.4在1.4全开光圈的情况下呢，哎，画质还是比较的软的。但是如果你跟这个接近4000块钱的尼康的51.8S 比的话，这个光圈全开的时候的解析力就会差别的比较大啊。毕竟一个是几千块钱的镜头，一个只要几百块钱，价格的话差个5-6倍，有些人没有这么5-6倍的预算啊。那在郊外的部分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两颗镜头在 1.8 光圈的情况下光斑都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国产的镜头跟原厂的镜头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镀膜的问题，还有它里面这个镜片的设计，那就会造成你虽然可能焦内还是比较锐利的，但是郊外的话它就由于镜片的这个设计会产生这个光斑边缘会有绿边啊紫边啊这种现象，那你可以看到这两颗国产镜头在郊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光斑，在高光高反差的地方的话就有这样的现象。行，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就是一颗手动镜头嘛，没有什么好讲的，画质我也给大家看过了，那就是看大家愿不愿意去享受这种手动对焦的乐趣。如果你不嫌弃手动对焦比较慢啊，如果你可能本身自己拍摄节奏也不快，享受慢慢拍摄的这个乐趣，我觉得买颗这样的手动镜头的话可以帮你节省非常多的预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吧，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感谢各位收看，拜拜。